那是阿佳吗？阿佳莫，阿佳莫。哎，你怎么来了呢？还真是你呀、啊！我以为我认错人了呢。你不欢迎我吗？不欢迎我来吗？嗯，没有没有，慢一点、啊、当然欢迎呀、啊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嗯。阿佳莫，你好厉害，背那么大一捆柴。嗯，没有呀，我们这边都是这样的，别人比我背的还多呢。这么厉害。来这里，你坐吧，你坐，来，你先坐，我再进去拿一个。嗯，那行。吃饭了吗？没吃饭的话，你先坐着，我进去给你、那个、做点饭。那个饭没吃，但是那个不用做了啊，那个太麻烦了，做饭。嗯，不麻烦，家里也没啥好吃的。嗯，你不嫌弃就好了。那个怎么会嫌弃呢？只是那样子的话就太麻烦你了吗？只是觉得。嗯，没事的，56个民族一家亲嘛，更何况上次你送我回来的时候也没收我的车费。那个举手之劳而已嘛，那个是，就像你说的，咱们56个民族一家亲嘛，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助一下，对吧？嗯，对呀、啊，所以你就不用跟我客气呀、啊。这样子，那个，那好吧，那就那个太打扰麻烦你了。嗯，不麻烦，不麻烦。家里没什么好吃的，就只能煮个腊肉给你吃。啊，你太客气了，我最喜欢吃你们这边的腊肉了。嗯，那就好。对了，佳莫，你老公今天没在家吗？嗯，不知道，他一有钱就去街上混，等把钱用完了才回家的那种。哦，那我方便问一下他，我看着他挺凶的呀，然后看着他对你也没那么好呀。你为什么会嫁给他呢？嗯，没办法。怎么了？嗯，当初我爸爸生病了，向他家借了很多的钱，然后后面还不上。嗯，他们就说要么就让我嫁给他，要么就来收我家的房子。我父母一大把年龄了，我不想让他们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，所以就只能选择嫁给了他。哦，想不到你小小年纪就承受了这么多。来，小川多吃一点。哦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哦，谢谢。那佳莫今天就谢谢你的款待，然后现在天也不早了，我就那个先下山了啊。嗯，你看，要不今天你住我家也行，这天也这么黑，要下雨了。那个不用了，那个我还是那个得回去还有事，知道吧？所以我就先回去了啊。行，那好吧，那你路上慢点。也行，那我走了啊，拜拜。怎么了，佳莫？拿回家吃吧。啊，那个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刚刚都吃了你们那么多腊肉了，就不。没事，那你拿着吧。不用了啊，那个，哎，不，我家里面还有很多呢，你拿去吃吧，啊、那样子你拿回家吃。不好吧，那样子。没事的，我家里面还有呢。哎呀，真的是那就太谢谢你了啊。不用谢。那行，那我就走了，那就。行，那你慢走。哎，那行，再见。好。